读中土大事录，那时候扫罗王向主的门徒吹吐恐吓甲凶杀之气，随可见大事迹，求他发文字给大马士革会堂，还他受差处，该人不论男女拢拔起来，该送到耶路撒冷。伊再惊花爱灵根大马士革的时候，突然自天上有一道光照到伊身上，都拔倒在地，听见有声向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怎呢迫害我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主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。”当时你起来一声去，别有人甲你打应做的解。不然一个当家的人徛到那个打不出话来，只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。扫罗自地就起来睁开他的目，但是是咩解到腿部，人扛一个手捏一只大马士革，三日睇不着，也无吃，也无啉。到大马士革有个门徒名叫阿纳尼亚，主到伊家当向他说：“阿纳尼亚。”他回答：“主，我到这个。”主向他说：“你起来，去去条叫一个地方去，爱到犹太街找一个名叫扫罗的大耳索人，替伊进到祈祷。”扫罗只是到伊家当推了一个名叫阿纳尼亚的人来给伊呼求，使伊复命。阿尼亚却回答说：“关于这人，我听许多人说，伊到耶路撒冷对你的信徒做了真罪歹事。他到那个儿子大细节那个吃了狂病，爱裂疤，直接呼号你名字的人。”主却对他说：“你可怕，因为这人是我所选的，为将我的名字带给外邦人。”国王甲伊斯兰民族民族，我爱既使他为我的名字受若罪该苦。阿纳尼亚就去了，立了许一个，和伊呼求说：“扫罗兄弟，到你来个路角发现第二个主耶稣，打发我来，叫你团结，叫你充满信心。”历史就有灵格重要的物件，自伊个麦当加老伊就听着了，就起来念了水，接了物件之后就有力量。他当大马士革个门徒徛了寡日，就到会堂来宣讲耶稣，说他是天主子，天主的圣安，感谢天主。就中途大事录来拜啊，有三次拍到扫罗皈依耶稣的故事。了，这个是第一段。了，到保罗所写的字来拜啊，有拍到这件事。了，这个是大概是一人召开耶路撒冷大会之中十二年的时候，这是一件大事啊！人在骄傲啊，这个扫罗，那人或叫保罗啊，伊为教会做了种大个贡献。但是迄种是话袂着声，迄种是伊是反对基督的人啊，例如话敌掉爱了这个大使这个。扫狂爱掠几撮基督徒，要帮伊人做作家，有解话爱派人死刑。伊所掠个人啊是不论男女啊，了，但是迄日子伊去大马士革个路上呢，突然间就一道光
叫到伊成就了伊不落地脚，一听到这个声，他扫落，你转去迫害我，了扫落感觉他真奇怪，了感觉他是不当是有心，就是伊就打住啊，你是伫点，了这个声就给伊讲，我就是你迫害个耶稣啊，咱再去说扫落所迫害个啊是基督徒，但是这个声他你迫害我耶稣，意思是这个。意思是耶稣甲这撮门徒是做不改啊，迫害门徒就是迫害耶稣啊。然后迄种是扫罗和无完全明白，而是咱在之后一定能明晓，那突然间明白了，就是基督徒啊，就是耶稣个身体，所以教后伊写圣个时啊，讲道理个时候。但你该，那咱教会就是耶稣个身体，啊，耶稣是头，咱拢总是个身体，咱甲耶稣做是合之为一个。但是好东西，伊话无完全明白了，伊默车咩咯，要能大一声，要有一个叫阿纳尼亚个就被派去给伊呼救。但是这个阿纳尼亚开始是真惊啦，这个人是别开教会个人啊，我去找伊嘛老好。但是主个伊答，我特别爱选这个人爱做我个工会，你敢敢去？啊，了伊就听命去拜访这个扫罗，为伊祈祷，了下先降临，了扫罗好东西就悔改了，了接受了耶稣主，了花盐水。盐水后，伊就留到这个大马士革，佮关节呢，了伊就真个出去咯，去回登个犹太回登个是双杠耶稣，古早是迫害基督徒，最终是双杠耶稣。但是咱在开始提出咱话无完全相信伊明白伊，即咱后来慢慢明白。但是详细个咱明白，理解就是这个阿纳尼亚。就派去为这个扫罗祈祷，为伊呼求，充满信心。但是中途大失落之后呢，就无再提这个人的名字了。这个人阿达是重要，阿达唔是未重要啊。平常人，但是特别主双伊去帮助这个扫罗，所以会悔改，所以会领受接受耶稣。人呢？卡侪咱本是就是咱拢平常，咱自来无写咱个名啦。啊，历史内边也无提咱个名，但是咱推掉是袂重要个。咱其实主可能是爱双人，了去帮助一个人，咱托帮助一个人，后来爱成名，后来爱成为大人物。但是这是天主个工课啊，咱爱做个是个，咱爱做个是听天主个名。有时天主爱咱去干。那某某人个朋友啦、亲戚啦、同事啦，解陪耶稣个道理。那搞这个人，哎，为耶稣做做真多事。但是开始一定要有这个开始，这个开始可能就是由乐来开始，由乐来介绍耶稣，由乐来将耶稣个福音解传去。所以，咱也明白，咱到天主个教会来办啊，天主自有伊个办法。所以咱相信个是爱听主个声，做主个工。感谢大家，天主祝福你。